获得 HR Asia 的最佳雇主的奖项，对博路来讲是一份非常特殊的荣誉。在这里，我要感谢主办者对博路的支持，也要感谢我们 HR 的团队和其他部门的小伙伴们的努力。这个奖项呢，对我们来讲不光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份激励。那激励着我们在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秉承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延续我们关爱员工的好的传统，也能够在未来的创造高绩效文化的道路上面走得更快更远，也为我们博路在全行业当中的通过创新来营造更好的可持续的将来来添砖加瓦。谢谢。